有一位道士从这大门这儿走进来了，这位身高就在八尺开外，光头没戴帽，牛心发短，别着一个簪子，身穿道服，脚穿着布的麻鞋，手中拿着东西太可乐了，拿着一个呢，拿着一个鳖壳扇。哎，这拿着鳖壳做的扇子不是，也可能是拿羽毛做的，但是这个形状跟这鳖壳似的，这个只有道人使。背背着宝剑，拿着这把扇往这儿这么一站，一手拿扇子，这手可是空的。谁要上来这么一挡，就看这道士微微一摇，这鳖壳扇用手一弹出去了，啪了一下，可就挡住里面。腾腾腾迈大步，这位就往里走，是谁挡可就打谁。这会儿晁保正已然出了屋，一看，哦，这位道士，你是谁呀？同志们，经常听书，哎，说到这儿，这道士一露面都这样，单手打对句，不良不，我谁谁谁啊？这全是骗子。凡是这道士要跟您这样不连国，别搭理他。哎，道士不行这里。道士们哪来的无量佛呀？哎，无量天尊没有，这全是假的。哎，道士一行礼，不说话人家。哎，您要上什么武当山呀？到哪儿？不良佛，这位施主，我看您面庞红润，必有一不大意。来，我给您瞧瞧，放心，绝对下不了眼。啊，少理他们。但这位没有，摇着鼻壳站，单手打过去。我呀，复姓公孙，单字一个名，我叫公孙胜。哎，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粉号，叫做陆云龙。道号我叫我一清道人。刚才一听，哦，一清道人，听说我冀州有这么一号，您有什么事？有什么事？找不着。现如今我有这么一套大富贵要送与保证，不知保证可喜欢呢？哦，大富贵有十万贯吗？哦，有意思，您都知道什么叫都知道了？来来来，进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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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公孙胜也不是一般人呐，啊，名声在外，请进屋来。这几个人可就见了面了，这公孙胜才知道感情人家这边已然有六个人了，再搭上我进来，七个人在一起。哦，合着咱们都要憋着这套富贵吗？不错，正是。这会儿可就有吴用走上前来，抱拳拱手，叫了一声：“保证，今日我七人聚义在此，是正合天意啊！”哦，合什么天意？七星聚义啊！哈，所以您要知道。中国人很信的啊，七个人仨人就能拜，四个人最好别拜啊。七个人拜冲哪儿拜？哎，冲北斗七星。北斗七星各位您都知道，哎，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璇，反过来这叫玉泉、开阳，最后是柔光。那么就在昨天晚上，这晁保正夜观天象，这是他的。夜观天象，就看着北斗星闪闪发光，开阳星旁边有这么一颗小星，也在这儿亮。把这事儿跟旁边吴用这么一说，今天吴用把这事儿想起来了。天王大哥，这正应和天时啊！今日本来是你我六位弟兄在此谋议此事，先又来了公孙胜一清道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组织，正好七人呐，和您昨天所示是一般无二。好，那咱们怎么个行动啊？怎么行动？那就得突出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智取生辰纲。怎么个智取？